那帮主要是做供应链相关的，主要是做一些供应链的模型的开发以及一些这方面的优化。那之后再回来台湾来参加加入 Synergy， 那主要做的就是制造业这边的数位转型。好，这是今天简 ，sorry， 这是今天简单的目录。我觉得我们今天会讲的主要会是我们看到在不同公司里面的问题，那我会讲几个案例，然后一些相对应的方案，以及我们看到的问题。好，先讲为什么现在我们所观察到的，在许多的企业里面，数位转型没有很成功。那我们发现是说，这最大的原因是它没有落地。那没有落地的理由是，在传统产业，特别在制造产业，往往我们进去里面能够做数据分析以及喜欢做数据分析的人，跟实际真正懂产业的 domain know how 的人之间是有差异的。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绝大部分的时候呢，这样子的专案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因为当你导入的时候，你可能要好几个部门共同合作。一般来讲有三个部门吧，有可能是你的 IT， 你的DS。以及你的实际的 OT， 就是在厂端的人。那当你有三个部门的时候，应该由谁负责呢？不确定。那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其中一个部门负责，另外两个部门 very reluctantly 很不愿意的去合作，那这样子不太可能成功。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好，给其中一个部门去负责，那他要统合三个部门，那更加的困难了，因为基本上。三个部门同时去拥有这个 project， 三个部门同时去拥有这个 project 的时候，也会有它的困难，是因为 no one's gonna take the lead， 没人愿意去 take the lead， 大家都是以比较接近 passive， 比较被动的去做这样子的案子。好，所以往往我们加了很多的 sensor， 收集了很多的数据，那没有办法去让它真正的产生价值。那今天我会用几个案例去讲说，为什么它没有办法真正产生价值。现在先做一个总结，主要的问题包括说，你的数据本身的品质有问题，以及你收的数据根本就不一定是正确的数据。再来是你收了太多数据了，你根本无从看起。然后最后是我相信各位都有碰过啦，很多不同的机台，很多不同部门收的数据，你根本没有办法串联在一起，你都只能做单点的突破，就是我们只能说是 local optima， 很难拿到 global optima。 那这些我今天都会大概的去 brush down， 那等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我的团队会帮忙回答。好，那先讲一下从我们观点里面数据分析的四个层次吧。首先是描述型分析，这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你把数据导过来，然后我做了一些报表给你看，这就是最简单的。那这些报表都还蛮 straightforward 的，可是有的时候它没有到点，然后你要看的不一样，那你要再重新做。再来是诊断型分析，这就稍微好一点了，就是说我把我的数据整合在一起，我去问到底是什么造成我良率的变化，去了解到 why， 不只是单纯的视觉化。再来是预设型分析，这就比较像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说有可能我把这些数据做成了刚刚所谓的一个模型，用这些模型包括刚刚 professor 在讲的，用这些模型去预测说我的 performance 会是什么样子的。最后是指示型分析，就是说我用这些模型，或者是我用我的 domain know how 进一步的提出我要怎么样去优化我现有的产能跟现有的做法。好，那大概来讲一下刚刚所讲到的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我不同部门跟数据导入跟这种所谓的数位转型的问题。好，现在大部分的系统都是针对IT 去设计的，就是说嘿，我的使用逻辑是非常 IT， 你需要有一定的 coding 能力，那就是说这样子是有问题的。一个正确好的我们所谓的良性循环，应该是我们人导入了一个新的系统，用这些新的系统做更多的事，因为我提升了效率，然后用这些更多的效率提升的事去市场换来更多的钱，借此来付我这些人的薪酬以及导入新的系统。我们在许多企业看到的实际上是人导入了一个新的系统，但是这个新的系统需要一些不同的 domain know how 或者是一些 IT 的背景，那我不一定有这样的人，所以我可能再去 hire 两三个这样子的人，然后我去 hire 这样子的人，那这个人会去负责导入这个系统吗？但是这个人有没有能力去教我剩下的人去用这个系统呢？不一定有。
我就大家想象一下，去试着去教一个老师傅去写 Python， 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吧，至少我从来没有看，很少看到它实现了。好，那么就是说由我这些新进来的人继续的去使用这一个系统，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说我没有真正的导入，我也没有做更多的事情，我只是花钱导一个系统然后没人去用，甚至于我的其他人继续用我的旧系统做旧的事情，然后我还要maintain一个新系统，反而让我整体 效率下降了。各位有开过会议，有可能都看过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说我现在往往开一个 CEO 会议，有可能有七个不同的部门，有七个部门不同的部门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每一个部门要各自把自己的数据整理起来，变成一份报表，一份简报，传给我的助理，再由助理把它整合起来。这样子的简报就跟刚刚有提到的能不能够 real time 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看到的数据有可能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前的数据，那现在各位要做决策都知道嘛，有的时候你的问题有可能是哎、欸，我这里 deep 一点，或者是说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像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基本上是要再花一到数天数小时甚至于数周再去把这些资料重新做整理，那这样子的话做决策是绝对来不及的了。那我们所看到的是说刚刚Professor 有讲到，就是说到底怎么样我可以让我数据跟数据之间做串联，一旦串联了之后呢，我可以更加及时的去了解到说到底是什么造成我问题的根因，以及我要怎么样去 diagnose 我现在整体整个企业在前进所碰到的问题。好，那我这边讲一个迅速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导入，那我们看到的我们导入的方法论以及我们看到的效果。那这个是我们跟一家全世界最大的功能鞋厂商合作的案例，我们在60天之内帮他们 identify 了180个种子分析师，成立了47个专案群，总共整理了 2.3 亿笔资料每日，然后说总共整理了63亿笔数资料。那这边大概讲一下什么是种子分析师？种子分析师是指我们透过一些比较简单的工具，我们的工具，那当然也可以是别人的工具，让一些在产线的比较有能力的员工自己去做数据分析。因为我等一下会讲到，这很多时候我们数据分析所找到的 insight 不一定是真正的根因，它是一个 cause， 它是一个 correlation， 它是一个关联性。那我等一下会讲一个案例，就是你看到的东西有可能它叫你改的是电流，但是真的是电流吗？实际上不是，电流所象征的是你制成的某一些其他的偏差，某一些行为是不正确的，但是它透过电流去做反应。那这个我会细等一下会细说，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希望去找所谓真正在产线上的人去做这样子的分析。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最后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提高了他的订单的分析的达交率 5%， 降低了他物料价格和库存分析 5%，提高了他生产规划分析 80% 的效率，降低了他物料成本 2%， 提高了他财务分析 50% 的效率。好，那大概讲一下，现在数据分析基本上有几个大的流程，包括数据处理，包括视觉化，包括模型开发，包括模型使用 simulation， 以及包括最后的模型管理。那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希望把它全部串联在同一个系统上。那也讲一下，基本上呢，我们是主要是处理结构性资料。那结构性资料跟半结构性资料、非结构性资料的差别，主要是在于说结构性资料，你可以想象它几乎就是 DB 了。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 Excel 什么都是属于结构性资料。那半结构性资料就是像 email 啊这类的。那最后就是非结构性资料，像是图形，像是声音。那我们有一套属于我们的方法论叫精进回圈，我觉得也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了，很简单。第一步就是首先透过一些简单的一些监控，像是大家都知道的 SPC 之类的方法，找到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有出现所谓的异常。那一旦发现了这样子的异常，我们针对这些异常去做一些资料探索，了解到说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异常，去找到它，或许是根因，或许是有高相关性的 features。那针对这些 features， 我们再去进行模型的开发，或许是用 AutoML， 或许是用其他比较客制化的模型去开发一个模型，再用这个模型来告诉我的 next step 是什么。
好，那刚刚答应的案例，现在接下来就讲的比较多都是案例了。这个是我们跟一家扬声器金属零件大厂所做的案例。那先讲结果，我们到最后我们成功的是除了提高它的产能之外，我们提高了它的良率 5%。 那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做的事情上也没有到非常困难，很根本。首先我们把它的数据去进行一些串联跟连接，然后再来就是透过这样的方法，我们找到了一些 insight， 找到了他们现在制程上的问题。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再去进行优化。那等一下我会讲一下我们是怎么找到这样子的问题。好，首先基本上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建立一个参数优化模型。那这个参数优化的模型实际上它的本质更多时间是花在了解它现在到底怎么造成它制程上的问题。那刚刚答应的，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当然有发现我们有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基本上最主要的我讲两个故事好了。第一个故事就是我刚刚讲的电流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在做这样子的案子里面，你最大的问题是两种。第一种是我根本没有数据，或者是我数据是手抄的。那手抄的数据我觉得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问题啦。有的时候我们以前还有看过厂里面工人的数据，有办法非常的完美，每一次的参数都一模一样，每一次的产品的良率都一模一样，因为他就随便写的，一天的分量一次把它全部写完就放在那里。然后他被抓到了，被骂了之后他就很聪明了，每一次都给他加个 0.1 减 0.1， 就看到他有规律，非常完美的规律，他还没有真的没有去多想了。反正这种事情大家都碰过了，那基本上这是第一件事情。好，那么这种时候我们有可能会需要跟顾问合作，有可能会需要跟不同的人合作，真的去厂里面去看到底我这数据能不能用。所以 ideally 我有一个 IoT 设备，我有一些比较自动化的方法。好，数据进来了之后呢，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我有的问题不是我没有数据，而是我数据很多，大家要么不倒，一倒就一窝蜂的能想到的全部都倒进去，100多个栏位。那100多个栏位你要看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就是一大堆不同的参数。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透过一些简单的演算法，等一下会讲到我们的随机森林或者一些其他的方法，大家也有可能有类似我们常知道的填空法，去找嘿，到底在这一大堆的栏位里面哪一些最重要。好，我们就找到了下列这些是我们在很多里面找到比较重要的。那我们这个故事要讲的是，实际上有另一个是说，就是我们一开始有讲到的我的电流。我们发现说很奇怪，为什么电流提升的时候呢，我的良率就下降了？而且这是在最近这好像是半年一年才看到的趋势。以前电流提升不一定会下降，最近电流提升肯定会下降了。那我们去做分析，就发现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需求量突然间提升了嘛，需求量提升了的时候，我的厂的设备有可能跟着这样子全部建吗？不可能。那我要怎么做？很简单，就是我以前一次做100件或者是150件，我现在一次做200件、300件。那我有一个基本的工厂的定律，就是只要我的电流除以我的总共处理的表面积是维持一个常数的话，那我品质就是可以控制住的。可是我觉得这是在一个你有可能是100件到140件10% 的 fluctuation 里面的，当你把它加倍的时候，我们的逻辑当然是说我一样维持这样子的常数嘛，结论是不行的。所以就是说我们透过这方法，我们跟我们合作的顾问去说所以我们当然不能，结论当然不能是说电流提，结论当然不能是说我就降低电流就好，这 doesn't make sense。 结论是说我们透过一些简单的模型去发现到底什么是你的 threshold， 就是说你一次最多可以处理几件，超过这几件之后呢，基本上你的良率降低还比你增加的产能多。好，这是第一个 insight。 那这个在这个故事里面重点是说，我们并不是去直接跟你讲怎么做，我们只是 identify 说到底哪些东西有超高相关性，那再透过与各位的合作，包括跟学者的合作，包括跟顾问的合作，去找出这样子的 insight 怎么样转换成良率。第二个，同时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是，以往我们的电解容易
使用方法就是我固定每多久换，有可能是一季，有可能是一个月，那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会觉得说这样子的我的良率就是可以保证住的。但是一样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我的产能大量的提升的，我的 SOP 完全没有改变，老师傅就是照着以前的做法，那么他就发现一样良率降低了。那当我们把这些东西去进行一些视觉化，去进行机器学习之后，我们发现，你的表面处理面积跟你的电解容易，的关联性，就是说我表面处理面积一到特定情况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些不良。那我等一下 show 一下我们大概做的视觉化。首先，我们透过我们的随机生理演算法，找到就是包括刚刚讲的电流电解以及已处理的表面积跟我的良率的高相关性。接下来，当我们找到了之后，我们才会在我们的 next step 就是说我把这个东西直接去 plot 出来做视觉化。那这个时候有可能，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有时候还要冷眼去判断了。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哎，实际上好像我怎么良率起来，然后下去起来下去，那这个就是不良率。那这个就是说我什么时候换电解容易，我的不良率就可以再一次下降。那这是告诉我们，实际上我的电解容易应该要根据我所处理的表面积去做改变。那这个听起来很mundane，很简单，但 you'd be surprised， 很多人不知道，那就继续做。好，那大概就讲一下我们整个刚刚所讲的这个精进回圈的应用的整个的逻辑。那首先基本上就是我们透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包括随机森林、趋势预测、分群、回归分析、关联分析、差异分析，然后去进行 AutoML 监视看板，然后去做。那把这个再简化一点好了，就是我们首先去找好的良率好的跟良率不好的，去发现说到底良率好的跟良率不好的之间它最重要的差异是哪里，包括说找到说什么时候我的趋势是下降的，那它发生了什么事，包括找到说我是怎么去设参数的，我的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 OK， 找到了之后呢，我就不用再去针对100多个然后去做学习，我可能就针对5个、10个然后进行学习。学习了之后呢，我就会去找到说怎么去 improve 它。这边也大家讲一下，很多时候呢，我找到的这个模型不一定就是我的最佳解。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厂里面的参数，很多时候我过去10年我用的参数是差不多的。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跟一些不同的老师傅合作，我们设计了 一点点的实验，怎么样透过很少的数据集，大量的提升我的良率。好，那来定义一下什么是到底什么是人类学习跟机器学习。一个很简化的方法，这个有可能太简单了，但是基本上逻辑是这样子的。我的经验就是说，我透过看一些东西，我透过回忆去理解去判断，我可以看那个图形跟你讲这一只是狗而不是猫。那机器学习的方法就是说，我透过这大量的资料集，透过把这个东西变成很多不同的 feature， 比如哪里有耳朵，哪里有嘴巴，哪里有尾巴之类的，4只脚3只脚，那把它变成一些 feature， 那透过这些 feature 去做一些 pattern recognition， 然后在未来透过一个类似数学 function 的方法去理解，嘿，这个东西它大概是什么。所以呢，就是指派一个任务，然后评估它的准确率，然后一直不停的透过喂新的资料来提升我的准确率。那这就是一个简单机器学习。好，那大概也讲一下传统机器学习跟深度学习的差别好了。传统机器学习，基本上使用门槛低，用的一些比较简单的演算法，重点是它的可解释性高，就是说你会知道哪一些 feature 重要，哪一些 feature 没那么重要。然后为什么这样子的关联。那深度学习呢，基本上需要很长的时间，很高的硬体需求，然后要资料量高，它可以处理一些我们现在觉得最酷的问题，像是什么下围棋啊，然后自动驾驶啊，但是它的可解释性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在这边也推荐各位，如果之后是想要导入像这样子的所谓的 AI 啊，所谓的模型进去的话，我们比较推荐传统的机器学习啦，因为至少你能够解释要怎么去改变你的制程。那当然我们两种都有做了，但是这是给各位的建议。好，那基本上也大概讲一下什么是 AutoML。 AutoML 基本上就是说，我们透过把资料跑一大堆不同的演算法，跑出了非常多不同的模型，再去对模型进行交叉比对，找出做的最好的那个模型，然后去选，然后跟你讲，哎，就这个是给一般比较，我们像我们这种比较不熟、比较不确定，想要用
比较快速找到解决方法的一个方案。好，那再来讲一下我们如何去用 SBC 监控模组去做到。这个就是说透过一些很简单的方法，我们的第一步就是找到异常嘛，所以就是透过一些统计学的应用去理解到说我要怎么去监控我的异常，然后每次找到超过我常态检定的情况的时候，针对它进行 SPA， 然后去知道怎么样去提升我的良率，或者是说什么时候应该去关切我的场啊。我觉得实际上像这种自动化方法，更多时候呢，大部分你的问题并不是真正的所谓的 feature 那种高难度的偏差，很多时候这种问题只是厂里面有人不照 SOP， 或厂里面有人随便乱做。好，那也回到怎么样把这样子的一些我们所谓的机器学习啊，我们这样一些模型，如何把这些东西去应用在我的设备制造以及设备的使用。那基本上对我设备制造商而言，我可以非常简单的在我的机器里面去做一些设定，一自动捕捉资料，自动去进行学习，学习完了之后呢，自动去调整我的参数。那针对设备使用业者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有可能我们的硬体已经有了，我不想要添购新硬体，就像刚刚 Professor 有讲的，我不可能每一次一有良率问题我就把我的硬体全部换了，那我怎么样在我现有的硬体里面，我们可以加装一些 IoT gateway， 然后针对用这样子的一些不同的 sensor 去进行分析，然后去找到提升我良率的办法。然后再来是我到底要怎么样，现在碳排放是一个很重大的议题嘛，我要怎么样去降低我的碳排放？那基本上分成几段吧。一是我可以透过一些感应器以及自动刻制、自动控制，去想办法去调整我的参数，动态的去调整，来让我的良率维持住，但是同时最大的降低我的能耗。那这是一个之前的案例，就是说以往有可能我的两个炉是同时加热的，我的热脱机跟我的半光折镊，那实际上我发现了因为我的制程是有顺序的嘛，我不需要同时发生，我可以等到 T20 或者是等了20分钟，等到制程做到一半的时候再去做加热，这样子就有一些所谓的能耗的减少。那我觉得这边的重点是，很多时候我的一些东西它是交互的，对不对？所以我透过这样的方法去找到以往我到底做了什么来降低了我的能耗。所以我们的 SPC 模组可以精准控制工艺在50-55度，那我也可以进行药剂量的模拟，我也可以进行触发控制，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我去让它降温，或者是我才让它启动，就是把整个产线自动化。再来是品质预测与异常预警系统。好，那这边我就觉得分成几段吧。第一段是监控记录，监控记录我觉得就这样子理解，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提取资料。我们现在推荐的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一些 IoT 装置、一些 sensor， 这些是可以后加的。从你的上面就是我们推荐的一些参数，那你可以进去它，然后直接对它进行检测以及自动量测。再来是品质记录，我们之前刚刚所提到最大的一个看到的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我的数据是断掉的，就是我有测量我数据的时候，我不一定有测量我的良率，我有测量我良率的时候，不一定测量我的数据。我们蛮常听到的是，很多人拿了一大堆良率的资料，然后没有收任何的数据资料，就跟我们讲，哎，我要你提升。那我们也没办法，因为我就基本上就是拿着成绩单跟小孩讲，你的成绩不好，所以你要提升你的成绩，连科目都没有，只跟你讲你的成绩不好。最后是时间轴对齐。这个我们觉得或许是一个最大的价值，就是说把我不同部门资料串在一起，来知道到底是什么造成我良率下降的原因。那我这边我讲一个 MES 的案例好了，我们曾经用一些简单机器学习的方法去分析了一些 MES 系统的资料，那我们发现了是说，这是一个电路板，我们发现了电路板的瓶颈攻占是第八站，
就是说除了第八站之外，其他的良率都是接近一，只有在第八站它大概是 92%到91%。 但是呢，第八站的参数它一直是很稳定的嘛，它也没有太改。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当你去对它进行，当你把1、2、3、4、5、6、7、8站以及整体良率串在一起去做分析的时候，你就发现了问题实际上在第二站。第二站一个特定的人，他去产出，他去操作的时候，他每差的良率是100%了。至于他100%是因为手动记录还是什么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只要是他做的，就有比较大比例在第八站会有问题。那我们提出的建议就是，员工的学习要提升，然后我们可以跟你 specify 是哪一个员工。那这就是我们觉得怎么样很简单的透过把时间轴对齐去创造价值。然后再来是讲一下延续我们碳排放的议题，讲一下说我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模型去创造价值。首先是分子模拟，就是说我如何去调我的配方，如何去选我的配方来降低我这种化学药品的使用的需求以及用法。然后再来是制程模拟，就是说我已经选定了药剂，我已经选定了我要用哪一台机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怎么样去提升我的良率，降低我的能耗。我觉得这有一个重点是我们要理解的事情是往往在当你刚刚我们在讲的单部门单点去用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到全貌。比如部门 A 跟你讲，嘿，用这个牌子的保养液最好，为什么呢？你用 B 牌的，你只需要用一半的分量，那你用 A 牌的分量比较多，所以为了我的这个部门的绩效，我一定叫你用 B 牌。但是呢，有可能 B 牌它所需要的温度比较高，它所需要的时间比较久，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影响到我制程了。所以很多时候我真的要去做我刚刚所谓的 optimization， 要去达到真正的效益，我需要把不同部门之间的东西串在一起。那这样子往往可以体现的效益就是我降低我的能耗，我缩短我的作业时间，以及我提升我的良率。好，那再讲一下碳足我们这边的数据收集，就是说现在刚刚有讲到，很多时候我这边有一些产品履历，这是整个串接在不同制程上面我可以接受的资料，包括 RFID， 包括我的镀玉寿命，包括我的整流器用电监测，我的温度监测，我的过滤器清洗，以及我的实验室的异常的预警。基本我的讲稿到这里，那我请我的团队也上台来进行一下 Q&A。